修，呜，滑过去，再滑上来，滑下去又蹬上来，滑上去又蹬上来，呜，呜，嘿，后面还在做，无一笔懈怠啊！这个赵孟頫啊，太厉害，每天写1万那个字，那么多，每个地方都很精到。不过他笔应该不错，照他这样每天这样写，不是3天就坏了一支笔。那他的笔看起来都还蛮精的，应该没有那种烂笔啊。烟石，这是烟刚才写的很长，所以这个石为了要调配它，所以他必须要写得很扁，哇，好长哦，拉得好开哦。再靠近以后甩这个地方，他们喜欢碰到。